来吧，乌迪尔，落手辅助啊，落手辅助。全军出击！要不我打上单也加一 Q 啊？加不加 Q 呢？但学 Q 后期肯定没有用，少一级别的。我试一试吧，我一级加个 Q。野心的本能，披着我们的拳头。虎鹤双形，他们的恐惧是明智的。换个弱点。熊的力量，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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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点烟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拿下。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插个眼儿。龟的力量，他们的死亡只会增长我们的狂怒。熊的力量，追我。再见。那就是我们的路。那包女儿啊，我操了，就为什么每回人家赶赶的时候，永远就搁那刷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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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看一眼吗？怎么就这么难？我们不会，真累。没有防备的对手，跟你玩游戏真累。人家把蟹都打完了，你他妈在那看着，你说？蟹也不去抢去，就搁那刷。对，小月应该够呛。没死。哎呦我操！虎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。熊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龟的力量。野心的本能指引着我们的拳头。鸡的力量，完了，怎么样打砸了？哎呀，我操，怎么能让打砸了呢？哎，我服了。这个位置那塔能砸到我？我刚才在这里的那塔砸了我一下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我刚才就相当于是在这儿，你知道吧？就在这里。那就是我们的路。咻！咻！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他们的恐惧是明智的。咻！他们的死亡只会增长我们的狂怒。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换个弱点，鸡的力量。这打你就必须得越塔打，是不是？行。他们的恐惧是明智的。真烦死了。只能越塔，不越塔就不行啊，就必须得越塔才能杀。没 A 出来，刚才那一下差一点点，算了，回家了。不行，我这得吃个塔皮。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没有死，哎，有死，吃狗屎。不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。毫不犹豫，只能越塔耗他血，要不然就别耗血，就耗不了。控线吧，真他妈的，玩个剑姬连血都不耗。不知道玩什么。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先出个皮孩，差20块钱怎么办？
会增长我们的。那弱点搁脑袋前面都不打，看着吗？就硬等打野，你他妈咋的？啊？咻咻，熊的力量，鸡跑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咋没打死？哎，还有剑尖，这是什么皮肤啊？为什么那弱点都看不着格哪呀？伏牛守护者，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他四个弱点我都没看见搁哪，谢谢轩轩轩轩。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打一下，就他妈塔下，就搁塔下啊，就搁塔下，只能塔下耗血是吧？干啥下吧，反正俺们家也优势，无所谓，爱耗不耗，我也不着急。谢谢轩轩的飞机啊，你就在他家站着，对。他们的皮毛，我们自有用。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没打过。You have been slain. 三下。这玩意儿呢，薛飞是有点厉害。有个红 buff， 这把我没了，没啥，我们家中单都超神了，上路也不打，打野一直抓我，中单都超神了，虽然我们家打野是个傻子，他们家还全 AD 的，他玩个屁呀他。我都不知道他赢啥，他也不跟我打，他就在那哎补刀补刀，塔下补刀，我耗的血他就塔下补刀，玩的贼烦着人，真的，我就应该玩个远程，应该玩个远程英雄，玩个老头这样式的，他妈让你塔下补刀你都补不了，太猥琐了，玩啥呢这？不能否认你的本能召唤，一下不耗。无缘无故我吃三层塔皮，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你看这抽一下就跑了，一都不放，也不知道要干啥。那就是我们的路，我就应该去刷他家野去，这
这么的吧，我去刷他家野的啊，往上打退了。这牙锁干哈来了？你干哈呢？他们的恐惧是明智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我拿个虎形态推塔快，剃刀般锋利。不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。还应该玩个，确实应该玩个石头人盖轮这种，玩个奥恩，省着玩个剑尖屁用都没有，那英雄单带英雄。嗯，你这干哈呢，老弟？记得力量。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哎，还买一赠一，挺好啊。还来了个洛克萨斯之手。来来，你不挺狠的吗？人呢？你跑啥呀？快给我，给我个灯笼！没有灯笼吗？早咋不给灯笼呢？可能吸地了。给了好吧，哪给了？那灯笼后撇的。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这皎月行啊，收人带收兵。去折磨剑尖儿，我们不会怜悯没有好的对手。杀亚索吧，挺快乐的。这跟我那昨天的亚索有一拼呢。
熊的力量，跑跑点盐，鸡的力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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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熊的力量，挺进破坏者是吧？ADC 跟我赛跑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我他妈给你个嘴巴子，为什么还是我扛塔？那崔斯能不能给个灯？看见的崔斯就来气，他的灯总是后撇，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我感觉他也没放啊，他应该是没有进入西地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这他老瞎放，你这给个什么灯呢？他们的恐惧是明智的。哎，先杀一条 ADC 来，人有点多，溜了。熊的力量，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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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完了，学错了，学了个虎。你看，一点这虎形态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，你知道吗？点错了怎么办？没法退了，只能虎鹤双形了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乌迪尔不是有两种玩法吗？一种是煮老虎的，一种是煮凤凰，对吧？煮凤凰的缺老虎，煮老虎的缺凤凰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凤凰加老虎全学满，然后王八不学，这样不就厉害了吗？你嘿，劈我，给我打死他！那也太脆了。